弟兄姐妹们，大家主里平安。我们又再一次的聚集在这个线上的崇拜，是的，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我们定义一生来跟随你，梦比我的眼
谢你，你是那圣洁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我们要一生来赞美敬拜你的名。主，我们要永远的来敬拜你。我全都是
的主，我们这一生都要紧紧的来跟随你。感谢主。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我们参加今天的线上主日聚会。今天呢是2021年呢最后一堂主日线上的聚会了，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就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我要鼓励你们做好你们的这个准备哦，我们下个礼拜一起在会堂里面实体来聚会。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了新加坡房角石的资深牧师包富文牧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同时我们也为你们预备了一支短片，记录着弟兄姐妹们呢向神献上的感恩，我们一起来观看。感谢神呢，在这2021年里面呢，我经历了神的带领，无论是在学业上，或者是在保守着我的身体健康上，我都有平安，我都有喜乐。我非常感谢神，因为他一直都陪伴着我，对我不离不弃。过去2021年里面，我感谢神。他在我无助彷徨的时候，他亲自来触摸我，让我可以从他的力量重新得力。疫情让我的生活里面我感觉到很坎坷不安，可是我每天都相坚信主耶稣的带领，每天都有主恩典，所以我很踏踏实实的过好。 Amen。 我感恩神在2020年的困境当中不断的为我翻转，为我开新的道路。2021年，我非常感恩有上帝的陪伴，让我在健康上恢复，健康了，然后工作上也顺利了。这一切的发生是让我知道是上帝永远是陪伴在我身边，然后我要每一天的对他祷告。感谢神在今年呢赐给我们一位可爱的宝宝。在2年前呢，神叫我们要等待，然后今年呢，我们就看到神的信实，神的这个应许，感谢主。在过去2021年，我感谢神，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神总是借着圣经的话语来告诉我，让我能够在信心上站立得稳。当我很无助的时候，神奇妙的带领帮助我，还有赐我智慧和力量去面对，我的事情也得到解决。在今年，感恩无助。疫情当下，我感谢主的看顾与保守，经过了风风和雨雨，我们仍然坚定相信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感谢神的恩典足够我们使用。感谢主，在疫情当中上帝都保守我们的脚步，脚踏着地，我们都感恩。感谢上帝让我们一家人在疫情期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也感谢上帝赐给我聪明智慧，让我在 SBN 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也感谢上帝一直以来的恩典还有带领，让我能够顺利的完成我的学业，今年毕业了，荣耀归给神。过去的2021年，我很感谢神的恩典，我才能够处于现在我所处于的位置。我很感谢神的不离不弃。2021年，我感谢神的信实和慈爱，他是我日常生活中最大和最好的依靠，并给予我们家充足的供应，在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致缺乏，反而还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我感恩神，感谢神，感谢上帝，感谢神，我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米粒方教士教会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你们见个面，虽然是这个样子啊。那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我们就知道圣诞节我们就庆祝耶稣的诞生。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就是耶稣，但是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圣诞节的那种讲道哈，只是说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勉炼，耶稣就是上帝的勉炼。那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要担当我们的罪，然后叫我们与上帝和好。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个独一的真神，耶稣也来表明这个上帝，来向我们解释我们这一位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那我们来看第一点，我的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
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很重要。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很重要？那我们看诗篇第150篇第7到第8节，他说：“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糟蹋的要和他一样，反靠他的也要如此。”意思就是说，在这边是说那些造那些做偶像的人啊，意思是说你依靠什么偶像就变成像那个偶像一样，所以你拜什么神啊就变成像那个神一样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说和他一样，这个是为什么你所敬拜的东西你会变成像那个东西一模一样的。比方说法利赛人，我们看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所责备的，这是大概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的头脑里面呢，这个上帝啊，非常的严肃，这个上帝也不喜悦哈那些外邦人等等啊，所以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信仰影响他们的行为啊，所以很重要是说我们所相信的。那另外一个例子，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我就发现啊。大部分呢、啊，因为我的教会那时候就是学生嘛，就是说19岁的，差不多20几岁了哈。那我就问他们说，有爸爸没有拥抱你啊？有爸爸没有跟你说他爱你？爸爸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都没有了，大部分都没有了啦。那我就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他们的父母大部分哈、啊、是拜偶像的，是不认识耶稣的。所以我就觉得你拜这个那个偶像啊，偶像是什么木头做的哈、啊，是石头做的，所以好像你的心啊也变成好像石心一样啊，变成很冷漠了啦，很硬哈、啊、哈，所以没有那种神的爱啊能够去表达那些东西，所以你拜什么样的东西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我们对上帝的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最重要耶稣来的一个原因是他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啊、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了。那有一个作者，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作者叫 C.S. Lewis、啊、他现在那本书就是拿尼亚，他写的，他说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对我们来说的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到上帝啊，我们在想什么，我们想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它会影响我们是怎么做人的。那第二点就是说耶稣来代替律法和先知，耶稣来代替律法和先知。所以律法是上帝给摩西的嘛、啊、那摩西以后啊，以色列也有很多的先知，先知也对以色列来说话，所以律法是上帝所写的话语、啊、那先知是上帝所说的话语啊，所以两面都有了，耶稣来代替两个都有了啦。那看马太福音5章17节，他说末将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所以耶稣来成全上帝所写的，上帝所说的，要代替这两个了哈。神与我们沟通的方式就是他的所写的话语，然后也是他所说的。那像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有圣经吗？上帝对我们所写的，我们也有预言啊，有圣灵来对我们说，像启示录告诉那七个教会嘛，跟他说凡有儿的就应当听圣灵所说的。所以上帝有他所写的话语，也上帝也有他所说的。那耶稣来代替先知与律法哈。那第三点就是说基督赐生命，律法是带来死亡。耶稣基督带来生命啊，律法是带来死亡啊。那怎么说呢？我们看约翰福音5章39到40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哈，然后说给我做见证者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圣经做耶稣的见证吗？圣经告诉我们很多预言说耶稣会来，所以他们查考圣经，但是他们没有来到耶稣得了这个生命。所以意思就是说生命不能给你生命，明白吗？
很多人看圣经，但是他没有什么属灵的生命啊。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生命啊。所以圣经也是好像是一个地图啊，它是指教我们，这是指向我们向耶稣去那边。但是圣经而已啊，不能给我们生命啊。很多人看圣经，但是他没有什么生命啊。他不认识上帝，虽然他有看圣经，魔鬼，我们知道魔鬼啊，你还记得吗？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啊，他有也认识圣经啊，他跟耶稣说，经上所写，圣经也说啦，你掉下去啊，他会拆遣他的天使啊，扶持你啊，对不对？十篇九十一篇啊，所以魔鬼也认识圣经，但是魔鬼有没有生命啊？他没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上帝的生命啊。我们真的需要有耶稣进来，耶稣能够给我们生命啊，圣经而已啊，单独哈不能给我们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经节啊，就是说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他叫我们能担当新约的指示，不是凭此句。乃是凭着敬意，因为那此句是叫人死，敬意是叫人活。那这个敬意啊，翻译的时候也可以当圣灵啊，哈，就是说那个 pneuma 在希腊文哈，也是说出来，所以意思是说此句就是律法嘛，那应该说 the letter 啊，他叫我们死啊，那灵啊，神的灵啊，是叫我们活了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那律法有什么用呢？那如果律法只是叫我们吃呢？那为什么上帝还把这个律法给我们呢？那律法只是像一面镜子啊。比方说，我看镜子啊，那个镜子不能叫我变成很漂亮啊，对不对？或是俊美，对不对？没办法了。但是那面镜子它做什么？它帮助我知道我长得怎么样嘛？所以律法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啊。所以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律法哈，它的目标哈，是带领我们到基督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是做不到的，我们是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做不到的，带领我们到耶稣那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因为比方说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看旧约啊，那不是说我们不看旧约，当然要看旧约，但是你要知道啊，真的代表上帝的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当然要看旧约，但是我们要知道，旧约的那些先知，旧约的人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是完全不同的 ，Amen， 完全不同的。那最近啊，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啊，这是在马太福音上山的启示啊，我第四点我叫它上山的启示，这是耶稣跟门徒一起上山。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说过了六天，耶稣带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哇，莫名其妙啊！突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向耶稣跟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上个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惧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你们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你要知道，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以前所相信的、所依靠的，觉得上帝的信义啊，只是在摩西跟先知，这两个是代表他们的信仰，明白吗？
摩西跟先知代表他们的信仰，也影响他们的行为。比方说有一次啊，耶稣在那边，他们带了一个女人，她刚刚犯淫乱的罪，他们对耶稣怎么说呢？他们说，摩西说我们要用石头把她打死啊，那你怎么说呢？ 你看吗，摩西影响他们的行为，摩西的法律啊。有另外一个，有一次耶稣要进入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然后但是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就不欢迎耶稣进来，然后彼得跟约翰啊，雅各跟约翰啊，他们怎么说呢？主啊，你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啊？啊，叫那个火从下面降下来啊，把他们焚烧了啦。所以你看啊，摩西影响他们啊，以利亚的行为影响他们，所以他们还有这种旧约的那种观念啊，这个观念。但是你看在这边啊，很奇妙啊，有耶稣在那边，摩西出现啊，以利亚出现啊，然后彼得要把他们三个混在一起，我们有三个张蹦在这边啊，摩西啦、以利亚、耶稣啊，他们三个都在一起啊。然后呢，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现在主要的不是摩西，现在主要的不是以利亚，现在啊，主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然后呢，那个云彩一就没有了啦哈，他们看剩下只有一位。剩下只有一位，没有摩西，没有以利亚，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了哈，特别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了哈。所以你看旧约是在律法之下，他们常常判断人了，他们对人的看法像法利赛人的看法，但是上帝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哈，上帝已经不是。所以上帝说他现在代表上帝的哈，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是耶稣基督。 Amen，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了哈。第五点哈，就是说耶稣是上帝的脸面哈，耶稣是上帝的脸面。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一见上帝是借着先知借着法律晓谕列祖，我们的祖先哈，有犹太人的祖先，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是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主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为什么旧约说你们不要雕刻一个偶像啊，他是说在无论是在天在地上啊，在地底下啊，都不可以雕刻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像啊。为什么？因为神的像会来，神的像是在哪？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就是代表上帝，所以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Amen。 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以前上帝对我们说话，他用什么方式？用摩西 的律法哈，用先知。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这时候啊，他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对我们说话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怎么看人，你怎么看你的生活，你怎么看我们的神学，都是要配合耶稣基督他的心，他的行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了，非常的重要呀。要不然呢，我们可能会错了啦。比方说，我给你一个例子啊，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很讨厌呢、啊，同性恋的哈，很讨厌哈、啊，很讨厌同性，他们也没有他们的朋友连一个也不是罪人啊，连一个也不是没有真的认识耶稣的哈、啊。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朋友是谁啊？就是罪人啊。就是那些那个税吏啊，那些妓女啊等等啊，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得着了他们嘛。 Amen Amen。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在新约旧约里面啊，他告诉我们哦，上帝讨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什么样的人啊，那然后我们说我也要讨厌他们。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因为我们要知道
从旧约到现在啊，上帝就帮助慢慢的、慢慢的给我们启示，一个启示，慢慢的给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这个神的心意的完成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 Amen。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看人，怎么看这个世界，都帮我们翻译啊，这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那我们看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啊。他这么说，他说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I mean, 又说了啦，哈，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耶稣就是上帝的像，哈，他是所生的，才以切被造的以先，哈，就是耶稣基督，哈，耶稣就是神的像。 Amen。 所以我们没有拜偶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模范嘛，我们知道耶稣怎么做，那我们要怎么做，哈。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啊，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再看一遍，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到第九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了他。腓力对他说，主，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的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来，然后你又听啊，最后啊，他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们这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这段经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OK， 那第一个是耶稣说我是道路，那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道路是到上帝的那个道路啊。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啊，十字架。比方说，有人说十字架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不同意了。十字架是一个桥梁啊，十字架帮助我们到上帝那边，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中心。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来是为了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啊。所以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上帝的目标，上帝的心意是我们所有的人可以跟我们的天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跟天父有和好了。所以耶稣是唯一的啊，唯一的啊，到上帝那边，到天父那边的道路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天父，我们要到天父那边接着耶稣基督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行为也要这个样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一个挑战啊。我问你，你有没有罪人的朋友？那我不是说你跟他们一起去犯罪了，不是我的意思了。但是我要问你啊，像你的朋友当中啊，有没有那些完全不认识神，然后也是罪人啊，有没有？我要鼓励你们哈。我要鼓励你们，有很多人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了真诚。然后我常常跟人家说，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我就变成基督徒，一个很爱我，虽然我逼迫他，虽然我打他，他又没有理气我，一直原谅我，一直追求我，到最后呢，我也相信耶稣。所以我要鼓励你，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啊，我们要带别人到天父那边去了哈，道路。第二个就是真理，所以耶稣是关于上帝的真理。比方说，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旧约的神 ，the God of the Old Testament， 旧约的神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旧约的上帝跟新上帝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在那时候我们还不太明白他的心意，还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样的神。那什么真理呢？就是说，耶稣是关于上帝的真理。我们这是给你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耶稣第一次做神迹是在什么时候啊？什么样的状况？是在一个婚礼啊。所以耶稣去参加一个婚礼，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的婚礼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party 啊，他们跳舞啊、喝酒啊，高兴的不得了啊。上帝去参加，知道吗？耶和华去参加，非常的重要。那他们的酒不够了啦，哈，把水变成酒了啦，哈，就是耶稣代表神的心意。另外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人要带小孩子到耶稣那边啊，然后有耶稣祝福他们啊，然后我们就说哎呀呀，不要不要不要，耶稣累了累了啦，因为小孩子不重要嘛，
然后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生气了，耶稣生气了，耶稣责备他们了，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帝啊，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跟不重要的了，连小孩子非常受他的欢迎啊，他们就坐在耶稣的大腿上啊，耶稣拥抱他们，祝福他们， Amen。 所以呢，天父啊，蛮喜欢小孩子啊， Amen。 也什么人也受到他的欢迎，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例子啊，比方说那个犯淫乱的罪的那个妇人，对不对？他们带他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说，摩西说我们要把石头用把他打死，那你怎么说呢？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好啊，你们那些啊没有罪啊就先开始啊。那当然啊，他们都有罪了啦。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在用他的指头啊在地上啊就写字嘛。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耶稣是写他们的罪了。你就看一个啊，比方说他是说谎的时候写说谎啊，另外一个小偷啊就写啦，对不对？另外一个也跟有一些色情的罪啊，耶稣也把他写下来了。那他们一个一个走掉了啦。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都有犯罪的了。那到最后呢，耶稣说那些控告你的人啊怎么样啊，他们说他们都走了啦。那耶稣说，我也没有定你的罪，好啊，你慢慢你离开啊，但是不要继续犯罪了啦。所以你看啊，你看啊，这个耶稣帮助我们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没有把他的法律啊给我们能够找个借口把我们致死，知道吗？如果真的是神的心意啊，把犯淫乱的罪的人把他们致死了，耶稣就会把他致死了。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本来就不是神的心意，不是上帝的心意。 Amen， 你们明白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啦、啊、所以耶稣，所以我要鼓励你，才一次你看赐福音，慢慢的看，慢慢的看，看耶稣怎么样，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上帝是多么怜悯人的，多么爱人的。 Amen， Amen， 非常的重要的啦。另外一个是生命啊，生命啊，所以你看圣经，只是圣经啊，不能给我们生命啊，我们生命是从耶稣出来。那当然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啊，但是我们接受耶稣，耶稣给我们生命，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改变了啦。所以我要问你啊，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没有重生啊？因为很多基督徒好像我们就是宗教化的，好像圣经变成很多的规则，这个不要了，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能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宗教，我们是不是宗教性的哈？不是律法性的，是关系性的，我们跟上帝有关系。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他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我们重生了，被改变了啦。然后他说，你们看到了天父，就看到了我。那第六点啊，第六点是耶稣向我们表明上帝，在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把天父，把耶和华表明出来，把他表明出来啊。那这个字啊，这个表明啊，在希腊文好像有三个意思啊，三个意思。第一个是说宣告 ，declare， 宣告啊 ，he has declared， 宣告。那你看上帝，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啊，也是在山上，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以前啊，古时候啊，在市场的时候，爸爸会带他的儿子，儿子长大了，爸爸就带他的儿子到那边，然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今天以后，他可以奉我的名来跟你们做生意了。所以人家都怎么样尊敬父亲，怎么样尊敬他的儿子啊。啊，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所以上帝说，就是他，你们要听他，你们要跟随他。另外一个表明啊，啊，表明就是说表达跟明白，表达跟明白，他帮助我们代表，他代表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像我刚刚说过的，你看他的朋友是谁，你看他常常跟谁在一起，那些真的需要上帝的人，那些有罪的人，那些有捆绑的人，那些被鬼附的人，那些有疾病的人，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你看上帝的怜悯的这个心哈，不是就是跟那些以为圣洁的那些人在一起啊。那我们也要同样做了， Amen， 弟兄姊妹。然后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他解释他 explain him， 解释他，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也像我刚刚讲啊，那个犯淫乱的罪那个妇人啊，如果神要找个借口来把我们致死，他就有找到了啦。但是
我们就知道不是神的心意哈。磐石信仰不是神的心意了哈。那第七点，我们是说耶稣关于律法的话语。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五次，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要不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对你们说哈，你们有听过有人说，但是我对你们说哈。那我只要强调就是两个，一个是说不可杀人啊，我们不可杀人。所以，但是耶稣说。”律法说不可杀人，但是我对你们说，连你生气的时候，我因为为什么你杀人了？因为你生气，所以耶稣不要就是我们的行为改变，耶稣要我们的心改变。另外一个是说不可以犯奸淫的罪了啊。那旧约的时候，你真的跟另外一个女人去上床啊？但是耶稣说你是看啊，看你的眼睛就看啊，就是同样的事情啊，就是同样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剩下有两个妇人的名词，妇神的名词啊。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边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他是慈悲的父，在希腊文这个慈悲意思是说，那个慈悲从他流出来。Mercy， 那个英文是圣经说 mercy， 所以是从他流出来。所以你遇到了他，你遇到什么东西？什么从他流？愤怒吗？没有。审判吗？没有。是慈悲，是怜悯我们哈，慈悲哈，怜悯我们的上帝啊。另外一个是安慰，安慰。很多年前，我的第一个夫人过世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啊，非常的伤心。我还记得她在南非过世啊，然后我们就。回到新加坡，那我三个小孩子啊都很痛苦，我也很痛苦啊。那有一天我开车，我送我女儿到学校去了，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说女儿你要去上课，说爸爸我不根本不要上课，那个国小一年级嘛。那我就送她到学校啊，一直哭。那她下车的时候啊，上课我又开始哭，哭得很伤心啊。那我就觉得哎呀，你这样哭啊，你就会车祸了啦。那我还记得我在一个公园，我就在那边听，我说父神求你帮助我，我可以看觉得哈，他来拥抱我。为什么说他是安慰我们的神，不是审判我们的神，不是批评我们的神，不是挑小毛病我们的神，是安慰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上帝他自己要来安慰你。 Amen， Amen。 那最后一个哈，我们看这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就是说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什么宝座？施恩的宝座，不是审判的宝座。所以我要鼓励你们，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是说我们越认识他越不怕亲近他， Amen， 越想亲近他。另外一个，他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知道他什么样，我们也变成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对弟兄姊妹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主啊，求你改变我们，帮助我们真的知道你这个独一的真神。主啊，给我们这个启示，这个亮光。主啊，能够知道你，然后好好的去代表你在我们的社会，能够去爱所有的人，帮助所有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祝福你们，再见。